尊敬的推友们，大家好，这是郭文贵5月23号这个报平安的直播视频。由于这个现在呢，咱们这个直播视频呢，因为我开会，我只能说大概15分钟左右。简单的呢，我先说以下几个问题。首先，让我对所有这几天由于杨坚立先生为我发起的在白宫请愿的这个签署网站而受牵连的这个国内的所有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抱歉和这万分的谢意，非常的遗憾。这个我收到了那么多这个由于上白宫网页签署了这个魏文贵的请愿信，结果受到了警察的骚扰，还有这个问话，甚至打电话到些单位去让单位辞掉他的工作，有些人还被威胁。非常非常抱歉，因为这件事情，这个因为文贵让你们受到如此牵连，实在是这算文贵欠你们的。但是呢，就像我昨天发推说的，这也不是一个坏事儿。从某种程度来讲，让我们更加熟悉未来在一系列的行动当中如何使用电子化，还有现在的和英语的这些工具，这是非常重要的，是一次实际的一场操作。一场锻炼，虽然我们付出了代价，但这件事情这个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另外一个呢，昨天收到了一位这个姓燕的燕姓的朋友给我发来的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呢，就是我相信这位燕先生，虽然你没有留下真实的姓名，但我相信呢，您是跟傅振华先生是有很深的关系的。特别是你谈到了你给他了600万，他答应你让您这个去北京市经侦，当一个这个副大队长，最后是傅老三收了你的钱，傅老三收了你的钱，结果没给你办。这个信息呢，这是我知道的。当你给我发这个信息的时候，我就知道您是谁了。那么燕先生，我想告诉你的事情，您所有现在给我发这些信息，我都不能公开。因为这些事情对我们所有人虽然很重要，但是对案情目前还不是时机，所以非常抱歉。但是我想告诉所有现在关心这件事情的推友们，就是傅振华现在最近呢，确确实实是被调查状态，这是我今天早上报平安视频的重点。而且傅振华先生的所有的很多过去腐败敲诈勒索，在北京市公安局期间，由他弟弟还有他的情人这个提拔所有公安干警许诺，包括这个在特别的经侦上办私案收取了大量的现金和贿赂，这件事情呢已经在被调查当中。而且我今天在这可以负责任的说，我向傅振华先生包括你全家说这个你所有现在的这个头一段时间安排你的外访包括考察被取消，这都是文贵都掌握的。还有你想逃跑那是不可能的，原来我从来不说傅老三的名字，我现在我会告诉大家，傅老三的名字叫傅卫华，他哥叫傅振华，他叫傅卫华。那么傅卫华现在，我先说3个国家的护照，一个是中国护照，一个香港特别行政区护照，一个新加坡护照，未来我还会公布他其他的护照。由于他海外的资产，大量的资产都藏匿在他的名下，这个我们不能打草惊蛇，但是呢，这两天来事情呢有了突破的进展，有了突破的进展。而且其他部门我说其他部门不是那些盗国贼们控制的部门，其他部门根据他们的调查，国家级的案子当中牵涉到了傅振华和他的家人，这件事情是个突破口咱们拭目以待吧。我不相信这个任何有良知的国安员和国家政府能看着傅振华这样的人和他的弟弟和他的家人这样的祸害老百姓，这样的残害这个自己的同胞，这样的这个以贪反贪，以警反贪，以警反腐，以警治国，在傅振华先生体现的淋漓尽致。如果因为傅振华先生而得罪了9000万党员，而失去了所有人民的信任，这个值不值得？这个值不值得？而且傅振华先生到处打着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名义，到处招摇撞骗。而且给所有的干警们留下了一个印象，就是他的老板是习近平先生，这简直是招摇撞骗应该得到惩罚。第二个呢，昨天我收到了一位关于郭文贵案始末的
一个内部知情人的信息啊。这个为什么今天我要说呢？我知道这是中纪委的一个朋友有意发给我的，就是说当初为什么抓孟慧卿、抓马建副部长、抓张越书记，还有抓这个跟这相关的人啊，这一系列都被抓了，是某个中央这常委下令让抓的，而且是为了掩盖自己和报私仇让抓的，包括我们公司的林强先生，这个领导的跟他的谈话，你给我简单说了一下，这位朋友，我要告诉你的事情，您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最重要的你没有告诉我，而且你最后你告诉我的事情啊，你是利用我，因为很简单，你把这个责任全推给了习总书记，这显然你是把某个人的错误啊推给了习总书记，这和前天和大前天来自香港为某些人说情的人啊说只要文贵你现在闭嘴啊，这个领导的事情别报，其他我不管，什么事都可以交易可以谈，这跟他如出一辙，跟他们说的话，当初要抓郭文贵全家，灭郭文贵全家，没收全部资产，这个不是这个领导的意思，是上头领导的意思，如出一辙，这显然是把郭文贵当傻子了，这是一贯的盗国贼的这种天真幻想，是天下老百姓零智商，跟我那潘处长、黄处长是同一个级别的，就以为天下人全都傻呀，你们聪明啊，郭文贵能上你这当吗？但是你给我提供的这些信息都是真的啊，真真假假，装傻充愣，这是盗国贼们，这是咱们过去统治江山一贯的用招，但你用在文贵身上不灵了，这个不灵了。特别是这几天派出了以胡淑丽女士啊和潘处男、黄处长一起联手又搞了我一波，一看都知道你是谁嘛，哪儿出来的嘛，是吧？你这个出自何处？老百姓傻吗？胡淑丽女士出手了，和潘处长出手了，和那我们现在的天真的黄姑娘出手了，黄处长出手了，那背后是谁呀？想掩盖谁呀？包括头两天有领导跟我说，北京房地产商不愿意了是吗？我就等着你不愿意呢，你不愿意我才有机会，你愿意我哪有机会呀？另外，这个昨天一位朋友给我电话当中给我讲了最近这个傅振华先生和他弟弟傅卫华传承了一批这个人跟踪我的哥哥，在我哥楼下盯梢啊，准备采取行动，因为要把我哥给收拾了，他们想灭口。我可以在这说，傅振华先生，你所有的作为都会有无数人盯着，不仅仅郭文贵，傅卫华傅老三，你记住，你也记住，这些事都在盯着呢。你们敢胆大妄为，你看郭文贵会做什么？咱可以试试看，我已经试了，你们试了我三年了，郭文贵没让你们失望过，给我来横的、恐吓、来欺骗的，你们再试试看，看看能不能骗得了郭文贵，看看能不能吓到郭文贵，你们可以试。如果再对我的家人，你们再这样的做法，啊，那你们可以往下走走看看，郭文贵能不能屈服，郭文贵会不会被你们再欺骗？同时，这个傅老三啊，特别拿了李友的钱啊，这个最近几天来，我们查出了所有的具体的证据，大连市公安局局长亲自去看李友，在李友关押期间，李友和警察同吃同住，在李友案子判在即将判的一个月前，全部卷宗改变卷宗，拿掉相关证人，这个证据已经拿到了。我非常感谢大连的公安，有良心的公安，你发给了我这些资料，但是大连市公安局的领导，我希望你们明白，你们收了李友的钱，你们去跟人家李友像跪在那儿啊，恨不得跟人家舔人家屁股啊，你去看人家李友啊，公安局局长，然后跟李友同吃，而让李友吃警察一样的饭，这是什么原因？拿了人家李友那点钱，你一点骨头都没有了，然后听你所谓的政法委的领导的话，然后就是郭文贵肯定全家死定了，你就往死了整我们家人，结果李友的情人、李友的女秘书、情人团在这关的时候吃香的喝辣的，
有的还给特别买一些什么洗发液护发水，然后楼下的监控室看着这些女人们洗澡，你哪是警察呀，你就是黑社会。这位朋友给我讲述的这些事情和过程我非常的感激，包括您说的必要的时候您愿意亲身说法，亲身说法我非常感动。我再次重申，绝大多数公安干警200多名干警都是好人，极少数是坏人，被利欲熏心，权力交换，权钱交换，权色交换，以黑制警，以黑治国，这些事情谁也瞒不住。任何一个人想瞒天过海，想把这事瞒住，你去做梦吧。你们无法想象现在国内由于郭文贵爆料现在达到了什么样的效果，大家的沉默到了最后的时刻，不要自欺欺人了，还拿出香港的说情的转嫁你的祸害啊，说成是大领导的意思把你给栽进了，可能吗？你为啥抓郭文贵？你为什么弄我全家？为什么要弄死我们全家？为什么要保护傅振华先生？你为啥保护傅卫华傅老三？为什么现在还不去抓的，不去立案查的？难道文贵是傻子吗？文贵没有朋友吗？人民警察都是傻子吗？都和你都收到你钱了吗？不要忘了这些盗国贼们，你在那玩女人的时候警察没给你占上便宜，他连视线录像都没看着，你大把大把往家捞钱的时候，这些兄弟姐妹们没给你捞到钱，不过都是傻瓜而已，被你们给骗了，以国家的名义给骗了，以祖宗的名义给骗了。大连公安局那领导跟李友吃香喝辣的，用这个公安干警的说话说他们家人在海外读书，弄的钱大了去了，李友是几十亿的钱给的，从李友家收出来的画，收出来的部分的翠和玉在北京家里说了全都被领导拿走了，这事儿能拉倒吗？能完吗？威胁郭文贵，弄死郭文贵，弄死我们全家，好替李友，替这常委，替这政治局委员的盗国贼们，是不就是要灭口吗？这位干警，你的良心感动了文贵，给了文贵动力和力量，我一定战斗到底。您那句给我留言说希望我千万不要妥协出卖了良知，您把文贵看得太低了，我不会出卖良知的。我知道所有人现在万箭万枪恨不得把郭文贵灭了，郭文贵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既不会上当也不会害怕。包括这几天来香港各派都给我说情的威胁我的很多，一切只有一个结果，真相，不会有其他结果出现，只有真相。郭文贵对我的员工，我员工受到的欺辱，我员工的一夜白头，我员工受到这种折磨，我的家人和我的所有的同事受到的折磨，必须得有个说法，咱们拭目以待。我的一辈子就要过七条，就是我所有的理想，过七条就是我所有的未来人生的目标，我什么对我都不重要，这就是一切一切。这几天我太太跟我在一起，每天晚上七八次醒来就是梦醒惊醒，醒来以后吓得抱着我就哭，这种感觉只有我知道。我的妻子现在3年老了十几岁，全身是病。我的女儿现在下突然半夜跑过来在我沙发上睡，她害怕。这种当爸爸的感觉和我妻子一夜醒来六七次惊梦醒抱着我不松手的感觉，只有我痛苦我知道。任何人忽视了我亲人的痛苦，我员工的痛苦，你就是我的敌人。请推友们一定要记住，多有时间多陪陪家人。我发自内心的，这每一天当我妻子儿子女儿和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想把这种感觉传递给所有的推友们，疼疼你们的老人，疼关心你们的爱人和家人。昨天我给我父母视频了，我母亲现在哭的这个眼睛这个忙了以后做完手术又不敢让她哭，但是昨天还是一直哭。我父亲现在身体一天比一天差，我那些哥哥现在各个身体从里边关了1年多2年都非常非常差。我妻子最关键是从第一次放出来以后1年半不让回家，就让看着盘古大楼从来不让回家，然后每天又不知道在哪儿就冒出摄像机出来伸到窗户里边来，把他给现在吓得一点安全感都没有，如惊弓之鸟。
这种痛苦我不希望发生在任何中国人同胞的身上。如果你们的懦弱和忍受，你们一定记住，郭文贵的昨天，郭文贵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所以希望大家一定团结起来，同时现在把自己强大起来，看清这个社会，看清现在这个以黑治国、以贪反贪的这个事实和真相，以警治国的真相。只有大家团结在一起，才能有自由，才能有尊严，才能不叫人把猪当成猪狗养。今天潘处长代表着还有胡淑丽女士，还有黄处长黄燕女士站出来跟文贵挑战，这是最大的消息。希望我所有涉及到的人，什么岳文海、徐志斌、李友、王恩戈校长、朱山路书记都站出来，把一个个的各个帮派、各个山头、各个势力都亮出来。文贵能起到这个作用，那真的是一个好照妖镜，这一辈子也不白活了。咱们拭目以待，很多事情在未来的很短的时间内会有结果的。再次的祝福推友们身体健康，好好照顾家人。文贵今天的直播视频到此为止，一切都是刚刚开始，谢谢大家。